得吃点饭呢，啊，一天没吃饭了，那可不行。听话啊，来吃点，吃点儿，来。不吃。吃一点吧，好吃，啊。不吃。这样可不行，哪能不吃饭呢？吃一点儿啊。不吃。少爷。嗯。楼下来客人等着您见呢。谁来我也不见，吃一点。少爷，这您得见。他说他是您多年的朋友。哦，你喂他。哎，让他吃点啊。嗯。金梅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呦呦呦呦呦！快说说。这一年怎么回事？当年我被日本内务部特高科盯上了，啊，所以不得不离开日本。为什么盯你啊？因为他们怀疑我是政府派我去策反你回国的。啊，我说呢。只要你没事就好了。为什么不早来找我呀？是想来着，可是因为天津已经沦陷了，我就到了重庆。对，副总。哎呦，我怎么觉得这金梅呀，啊？是你，当年少爷还拿个照片给我们看来着。啊，哎呀，是他、啊，你怎么到日本就没影了呢？你当年跟我们说你要跟少爷结婚，好家伙，我们这头忙活，张灯结彩，这头忙，哎，怎么到最后你就没影了呢？后悔了，金梅是为了保护我，你知道吗？他保护你什么呀？你走也得给我们写封信呢，你这连封信你都没有，你说这啊，一说有七八年了吧。哎，福嫂，天津沦陷了，你没法写信呢，你知道吧？福嫂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们多操心了。那会儿在日本的时候，大哥就老提起您，说什么家有一嫂如有一宝，我今天可算见着您了。这是少爷夸我，这是。谢谢叔叔，不杀之恩。还敢过来，我正找不到地方出气。叔叔，请您宽恕。你枪爆的是什么人？她是我朋友的女儿，还是我这次来中国执行帝国计划的关键人物。愚公，你这个行为破坏了帝国的利益，于私，你侵犯了我的朋友。哎呦，曹先生，吕老板，哎呀，有两天没看见您了啊！我听伙计说您要请客，是，来来来来来，给您留着呢，来来来，吕老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我常给你念叨的金梅。哦，金小姐，曹先生没在我面前少提您呢。听说金小姐还曾经是曹先生的未婚妻，妹妹，啊，她是吕老板。哦，妹妹啊，吕老板打扰了。哎呦，客气，什么打扰啊？那二位慢慢聊着。哎，坐吧。啊，哎，吕老板，那个，弄几个好菜，啊，荷包菜，我跟妹妹荷包菜啊。啊，好，您就瞧好吧。啊，好。大哥啊，我特怀念在日本的那段时光。啊。对，给你做做饭，收拾收拾屋子，打打洗脚水。啊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我还有机会再伺候大哥吗？
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，但我对你还是那样。我要马阿姨，她在什么地方？你找去啊！马阿姨呢？福嫂给你找去，福嫂给你找去啊！哎呦喂，来来来来，心仪，你这，看看，哎，来看看，来来来，看看看看看，我看看，还认识我吗？我是你亲妹啊！你不是马阿姨，我不要你，我不认识。心仪，心仪，我是亲妹，你还记得吗？心仪，马阿姨，我不要你们。少爷，你看，心仪，咱们一起去日本的时候，你别碰我。您说这甭管姓马的怎么着吧，他有两把刷子能把他镇住，这怎么行啊？这，心仪，你别碰我，你别碰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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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碰我。进来吧。阿忠同志，你找我？根据地兵工厂。需要让你帮忙找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二零车床的夹条。夹条？一根夹条很难带出厂，那么长呢，门卫看得可严了。那怎么办？得靠曹华黎，他要是同意了，吐口唾沫的事。哎，我走了。好，慢点。看见了吗？争取曹华丽有多重要，我们还指着他为我们办很多事儿呢。谭院长，曹华丽还是一定要争取的。行，既然你们这么说，那就再试试。他要还想当汉奸，那就新账旧账一块算。你还说试试？现在连机会都没有了，你还自己主动跑回来，还说到时候人家会用八抬大轿接你回去，你就别做梦了。那就等着瞧。怎么办呢？这半天了，他还这样。别急，别急，我让福子找人去了。你找的人来了就能解决问题啊？能是能。哎，就是。哎，我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。我刚出门就碰到福子了，哎，曹华礼让你回去呢。这么巧，我先走了啊。好事儿啊，可以呀。八抬大轿来了吧？这算不算八抬大轿啊？老钟同志，啊，地下党的工作，特别是敌占区的地下党的工作，我不如你。嗯。老李同志，修枪修炮，我也不如你。赵刚，抓舌头我就更不如你了。可论起医术和摆弄人来，你们都不如我。嗯，可以。你看给他美的。街坊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街坊区的人民是好喜欢。民主政府爱人民呀，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呐、啊！呀呼嘿嘿，一呼呀嘿呀。赵刚，明天白天去曹华礼家附近卖红薯。是，保证完成卖红薯的艰巨任务。看着真是可怜，这么个小身子骨，他怎么就治不好了？这就，哎呦，姑奶奶，您可回来了！哎呦，可别这么叫，半天我伤两半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心仪只要不闹了，叫您祖奶奶都行。喝水不？这大晚上的我没撞着鬼了吧？这态度一个个变的。哦，对了，福子啊，我这还没吃饭呢，着急赶回来，麻烦你给你做点吃的啊。嘿，你说太来劲了，他。心仪怎么了？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马女士，是这样的啊，首先呢，之前的事我对不起你啊。找我干什么呀？是这样啊，小女啊，可能一时半会儿还离不开你。是这样的，那你请我回来干什么呀？你的责任不就是治病救人吗？因为你是医生嘛，对吧？
所以把你请回来。这是我的。哟，这是你们新请的人啊？他不是佣人。啊，我是曹先生的女朋友。啊，女朋友？不是，是我在日本多年的妹妹。妹妹？哎，妹妹。妹妹照顾好啊，那得多放心呐、啊！让她赶紧适应适应，照顾心仪挺好的。是是是，原来这么考虑，可是呢，她不懂医啊，是吧？说的就是嘛，是不是？不懂医，那这事儿还得靠我，是吧？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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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得说清楚啊，我可不是佣人，我是看护。啊，是看护，看护，看护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啊。是，哎，他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他在这个家里，他听你的呀。只要是为心仪好，怎么都行。那这么说，在心仪的问题上，你们都得听我的吧？是是是，原则是这样的，没问题。行，没问题，这儿没你们的事了。你们走吧。哎，福嫂，福嫂，走，金梅你也走啊，走走去吧，都去吧，都去啊，嗯，都走吧，嗯，也包括你。啊，没你的事了。哦，哦哦啊，行。啊。马阿姨。马女士。这个，我为早上的事情向你道歉。哟，那倒不必。不过咱们俩得继续谈谈。好。有这么个事儿啊，眼下小女啊还离不开你。我想跟你做笔交易，除了我不跟你去跟你弟，什么都可以。我这么做。是为了我女儿。我们眼下最着急的就是几门迫击炮没有炮弹。有没有设备？有吧，好像是个坏的。坏了，能修吗？说是缺什么零件。什么设备？爆装、铣装还是车装？啊，我不懂。我能不能找我们懂行的同志来跟你谈谈？你们同志？几个人呢？就一个。就这么定了。说好了，找到能照顾心仪的，我还是会把你辞了。金梅，哎，又给我铺床了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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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去休息吧。大哥，床单换了，马姐总不记得给你换床单。是啊，她就是个糙人，幸好还有我金梅梅惦记着我。那当然。你看，家里事儿多，委屈你了。我觉得那个马姐她怪凶的。是有点怪啊。这可能是我要辞他，心里不高兴呗。哎，他不是能治好心仪的病吗？嗯，你干嘛要辞他呀？不是怪吗？行了，睡觉去吧，回屋睡觉啊。鬼鬼祟祟的。曹先生。啊，请进。是小黎吧？老师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我们俩是一块的。那个，我不知道马女士跟你说了没有，根据地我是不会去的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我们最关键的是没有做炮弹的模具。那你们有设备吗？哦，设备倒是有，但只有一台皮带传送的20车床和一架台钻。不过20的夹条还坏了。夹条我来做。有20床子吗？啊，
二零车床做炮弹够了，模具我也做。可以呀、啊，还真是院长出马，一个顶俩呀、啊。院长？哦，是啊，这可是我们晋察冀军区野战医院技术一流的副院长呢。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。我说呢，这个卖野药的懂这么多。那你模具得做多少天啊？反正比他们快，我们有设备啊。是，这就算我们有设备，也没老师这水平啊。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啊？现在不行啊，做不了啊。我没见过炮弹呢，得有个炮弹样品呢。你成功的打入曹华礼家，这对咱们完成任务有利多了。小岛去过他家，而且我相信他肯定还会再去。另外，我觉得他们家那个女佣人马姐肯定有点问题，大半夜的还出去，不知道去干什么。市长要问起这车间干什么，到时候我来解释。报告厂长，局长大人，抓了个做私活的，而且还故意拖延误工。孙县长，按照规矩严格惩处。嗨，您就瞧好了，带走。做私活，这是在破坏帝国的计划，这种事绝不能姑息。杀一儆百，要他们知道厉害。怎么办啊？咱根据地也没炮弹了。要不我向市委请示一下，让他们帮忙想想办法。那也不敢烫啊。进来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吃红薯，吃红薯。哪还有心思吃东西，都愁死人了。咋的？哎，人家答应帮咱们做炮弹模具，可是咱得先有个炮弹做样品，这炮弹上哪儿弄去啊？嗨，就为这事儿啊，把你们几个弄得抓耳挠腮的。说正事呢，赵刚，严肃点。不是，说正事。俺去偷俩炮弹不就行了吗？偷？上哪儿偷去啊？俺进城的时候啊，看到一个伪军的军营，那里边肯定有炮弹啊。哎，龙正同志啊，你们地下党有行动人员吗？俺需要几个。行，我马上派人协助你。大哥，这马姐是谁介绍来的呀？是我们厂子里的工人介绍的。怎么了？这人可靠吗？他对你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工厂里的工人都把你当汉奸，他们还能介绍什么好人来啊？哎，这也是啊。哎，你干嘛？你这就是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不在这儿撒，怎么白在这儿撒？快快快，拿！少爷，我就是问问你，这只分量够不够？哎呀呀，烧还是把它给炖了？拿，走。哦，忙糊涂了，忙糊涂了。行了行了，瞧给你吓的，赶紧坐。我开门去啊。呀，小岛君，你怎么也会在天津啊？金梅。嗨，没想到你也在，很久不见了。啊，快请进。哎，兄弟，接个活儿，啊。伪军一个师长换一班岗，等丑师换岗的时候，把前后左右两个岗哨给抹掉。记住。一定要把弹药库的位置问清楚，清楚了吧？好，跟我走。今晚的口令是什么？问保底，打鸡血。弹药库的位置？在里边，一排房子都是。有迫击炮吗？有，
都给八路爷留着呢，在里边第三间房子。有炮弹吗？都在里边。让你把衣服都给扔了吗？你啊，别以为心仪离不开你就跟我较劲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有了合适的，马上就把你辞了。为了这枚炮弹，牺牲了一个同志。哎，跟你沟通啊，真的很困难。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记下了。对了，贾师傅是我们的人，你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他可以全力配合你。共产党的手都伸到我们厂子去了，还有谁啊？除了你不是。那你就直说，就我一个汉奸不就完了吗？差不多吧。什么事儿？那少爷，小岛来接您来了。哦，好。哎，你别忘了做炮弹，还有加条什么的。什么呀？别不懂装懂。哎，哎，日本人那儿。你还记得你帮我论文开题之后说的什么吗？论文？哎呀。大正九年的事儿，我哪记得住啊？可我忘不了，我说过要给咱们建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研制实验基地。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哎，要说什么好啊？你又让我欠你的。哎呀，说什么话呢？哎，你忙你的去吧，我在这边盯着。好。好的，师傅。董事长。董事长。咱们厂没有两个半厘米厚的钢板，你能解决吗？记下了，最多两天就把加工好的胚子送到您手里。
共产党真厉害呀！啊，对了，你给我搞一个20的加条，我想办法带出去。早就搞到了，护场队看得严，没带出去呀。要是过去，你早被开除了。曹桑，你拉我出来，也不问我有没有时间。哼，你的大事已了，我是想带你出去散散心，顺便晚上请你吃个饭。吃饭？嗯，行。怎么了？恭敬不如从命。真扫兴。怎么了？我以为你会拒绝呢，那么容易被请到，真是出乎我意料。嗯，给你的。你抽烟呢？我不抽烟，专门给你买的，美国货呢。你为什么来天津呢？来天津是因为家乡遭到了美军的轰炸，家里怕我这个千金大小姐受威胁，所以就同意我出国了。啊，所以就给你安排朝日新闻驻天津记者站当记者。我大学本来就是念新闻系的。那好啊，在军营里多好玩啊。我不喜欢军人，整天都绷着个脸，只会嗨嗨一个一个的接受命令，不像曹桑你给人感觉特别温暖，特别儒雅，你比我们大学老师都有风度。是吗？嗯，那可是假象，我也是嗨。你这样也可爱。叔叔，啊，我跟你看样东西。这个是淞沪战役留下的，这个是台儿庄留下的，这个是来天津以后留下的。脑子里面还有一个弹片。我被破格提拔为少佐，就是因为这些战功。是不容易啊。嗯，叔叔，我敬你。嗯。曹桑，我一直特别特别崇拜你，而且跟你接触以后，我觉得你特别温暖。但自从你们家出事以后，你知道我特别想帮你，并且我一定能够帮上忙。我希望你下一次给我一个机会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让我帮你，好吗？嗯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小子，你可是喝多了啊。你记住，你长点记性，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犯了一个大错误，差点误了大事，误了大事啊。嗨嗨嗨，
叔叔，你喝多了。就是那天司令官把罪名安到一个叫柳下的军官身上，那天您看到的也不是柳下，是一个中国人。小道君，小道君，喝醉了。你是谁啊？啊，我是他的朋友，啊，小道君。哦，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都走。啊，陪我喝一杯。啊。他喝多了。小道君从来不跟下级喝酒啊。他是我叔叔，我今天是代表家父请客，是他免除了我的死刑。死刑？嗯，我我强奸了个女的，谁知道那女的又是他的朋友的女儿，我是要被枪毙的，但是他保住了我的命。那你负责哪儿啊？火车站，我是那儿的巡逻队长。你叫什么呀？正野太郎，大名鼎鼎，武士的后代。那个死的那个是谁啊？是十三太保吧，替我顶的罪。先不说这些了，哎呦，你好朋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回来咱们接着喝，我去方便一下。俗话说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我老爷万没想到，小岛居然拿个中国人顶替自己的侄子。小岛的账回头再算，现在先杀了他的侄子，给女儿心仪报仇。吃牛排不在这里。我老爷恨自己软弱，但最让他容忍不了的是被欺骗。比朋友的欺骗更加让他崩溃的是，八年来，
自己忍辱负重，背负汉奸骂名，到头来女儿不但让日本鬼子强暴，还被日本人合伙来算计。今晚中野肆无忌惮的话大大的伤害了他的自尊心，突破了他所能承受的底线。既然日本人官官相护，那只有自己想办法报仇了。先把马姐和金梅支走，想办法搞枪。马姐，你干嘛呢？鬼鬼祟祟的。我想问问老爷要不要喝水。你管好心仪就行了，这儿没你什么事。哦。不吃啊！不吃。你们两个今天到劝业场去买两个鞭炮去。还没过年呢，买鞭炮干嘛？问那么多干嘛呀？让去就去，不该问的别问。那也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吧？让我去杀人，我还去啊？小董把我的仇给报了，得庆祝庆祝。那是该买挂鞭。马姐，咱现在就去。福嫂啊。你喂喂他，哎，快点儿。嗯，哎，扶嫂喂啊，扶嫂喂，哎，不要。もしもし，曹桑。啊，你想出去啊？好，我去接你。好，那我在家等你。嗯，じゃね。福嫂，我们回来了。福嫂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这儿，曹先生让买的炮买回来了。怎么了？说这儿之前要说福嫂，这是曹先生买的，让我买的炮，这叫礼貌规矩。你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啊？你要是不待见我，就让曹先生让我走人呢。还真当我愿意留在这儿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人要有礼貌，你知道吗？要福嫂，我跟你说呀，你要是真不想让他在这儿待着呀，这事儿得让大哥同意才行。金小姐，你可小瞧我了。我就跟你说啊，这家里一半的事儿我说了算，甚至那是有六七成，有什么了不起呀？就他这样有什么呀？江湖郎中会点小药，我们家有西药，我们有阿司匹林。我这不是跟你吹牛，我跟你说，三天，我就能让你滚。